就会感觉到好像是坐在头等舱一样，你不用站在一张特别昂贵的头等舱去跳了，你仅需要在舞台上这样的一个位置，随时随地坐到其中，12扇座椅中间8席的安全配置，坐在里面一天的所有疲劳全都能够一扫而光。当然也给各位带来了开放式的生态系统，坐到其中你可以把所有手机给特别钟爱的爱人都可以加载到其中，微信、畅发、各种各样听见的软件都可以，你可以跟你的3位好友在里面是可以用的奢侈的智能的豪华的手机座舱。除此之外，在动力操控方面，你一定特别想去关注，为各位带来的是2021和2025的涡轮增压发动机，让它的百公里加速可以做到现在7.3秒。是的，对于这样一个发动机来说，7.3秒是一个弥足难得的数据。并且在刚才我们一直在聊一个名词，是的，就像是现在大屏幕上的滑手，虽然它也搭载了最新一代的滑手智能电动四驱系统，它能够根据车况路面自主自动的快速去调节每一个轮胎之间的动力分配，而且配备了6大驾驶模式，对于很多的新手司机小白来说，就算是遇到一定的极端的驾驶环境驾驶情况，它都可以让你的驾驶得心应手，有任何。当然除此之外，我们也给各位带来了奥迪 AM 6领航充电功能，可以达到 L2 加级别以上的智能辅助驾驶。你可以这样想，就像是一个有着20多年驾龄的老司机，始终为您安全驾驶保驾护航。并且我们在前面一直在跟大家说的一句话，道路千万条，安全是81页的车位当中的数据，再给我们的安全路上一层保障。就是这样一个有着前瞻性的理念，思想的发展空间，再加上领先的智能功能，再加上舒适的出行体验，上下的 QQ 切实的满足了中国家庭对于高品质、高端的豪华车型的无限畅想。上下的 QQ 值得我们去了解。当然，今天各位来到我们的现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相伴与进取同行，正是上行。